有请下一位参赛者陈晓欣，演绎福音电影《生命因爱动听》主题曲《生命因爱动听》。影音视团以血癌病患者 Tracy 的生命见证，在2001年改编为福音电影《生命因爱动听》，亦是影音视团第一部35mm菲林拍摄的电影。陈松伶饰演的 Tracy 是一个专收绝症病人的医院社工。有一天，她发现自己患上末期骨癌，由社工变为病人。虽然 Tracy 最终因病离世，但是丈夫对她的爱始终不离不弃，令她懂得人生余下的日子要以生命改变身边的人。虽然我丈夫不在我身边，我知道他没有离开我，他不过完成了他在人世的工作，百分天价去享福。有一天我行完我人生的路，我都在那里会跟他永远永远聚在一起，不再分开。只要人生中有神，跟相爱的人是永远不会分开。生命最大的神迹，就是从绝望中找到希望。有请陈晓欣演绎《生命因爱动听》。寻找半生，直到相遇，才感到天的旨意在暗。中凝重，重新接触，真的太好，可靠着一起洒脱同路。流星满天，像雨洒下，忘不了当天相约共对星辰下。常赠我真心真意是无价，情像流星，没有星闪过一段情，一息间但看清，情像流星，像眼睛相对闪亮时。王子与公主的吻是理想童话，晴天逆转，光辉太短，心轻恨不死的爱从未断，情像流星，没有星闪过一段情。情像流星，像眼睛相对闪亮时，心念无限动听。凡
相信生死的缺陷有天缝合，悠长夜里我的双眼总会在星光深处凝望你，承诺某朝于天国重恩爱动听。这一套的电影在2001年的时候由真人真事改编拍成的。故事讲述一个社工 Tracy， 她是一个可爱温柔的女仔，她呢去了一个的医院和她的老公万豪一起呢去到进入一间风闻医院的里面。风闻医院呢，这一间医院是一间充满奇迹的一个的医院。但是好景不常，当 Tracy 入到呢间医院嘅时候，佢唔单止咧帮唔到呢一啲嘅病人，甚至咧佢自己咧都好不幸地咧患上咗呢个末期嘅癌症。正当咧 Tracy 咧佢好绝望嘅时候，甚至乎咧佢已经帮万豪帮佢老公谂定佢嘅后路要点样，佢嘅将来系点样嘅时候，万豪咧佢以佢不离不弃嘅爱咧去到留喺 Tracy 嘅身边。今天在这里很想跟大家除了分享 Tracy 的故事之外，都很想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我是今年25岁，如果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你有看过其他电视台的节目都会知道，其实我25年来我都未拍过拖的。但是未拍过拖是不可怕的，因为在我小小的时候我经历家庭里面很多的伤害啦，亦都咧好渴望爱啦。我以前咧系一个好渴望得到爱嘅女仔，甚至咧我好想好想去拍拖，咁但系一直都遇唔到合适嘅人啦。甚至咧呢一个嘅情况咧喺我未信主之前咧，我会不停咁样去到睇呢一个嘅色情网站啦，我会去搜淫啦，有好多好多好缺乏爱嘅嘢，我就会用外边嘅嘢咧嚟到填补我里面嘅空虚，填补我嘅爱。甚至咧有一次咧，当我好想去到以前我好肥啦，亦都觉得自己唔靓啦，我想去到自杀嘅时候咧，有一个嘅中学同学咧，佢将我带翻去教会嘅里面。我喺教会嘅里面咧，我嗰一次嘅崇拜之后咧，我就不停咁样喊，因为咧我知道咧神嘅爱系真，我知道系神咧去到亲自嚟到触摸我，并且咧系神咧佢用佢永远嘅爱咧嚟到爱我。所以咧，当我翻咗教会之后，我咧就知道啊，原来神咧系真实噶。我冇认识过一个嘅神咧。如果你可能去庙宇，你去拜观音，你去拜其他偶像嘅话咧，其实佢哋系你要先奉献啦，你要先俾钱啦，你要去到拜祭佢啦。但系咧，神佢系将佢嘅独生子赐俾我哋，佢将耶稣赐俾我哋，将佢钉喺十字架上面为我哋而死。我冇见过世界上面一个嘅神咧，系佢先为我哋而牺牲，先为我哋而死嘅。所以我想话俾大家听，神咧唔系嗰个离地坐喺宝座上面，要我哋净系去到敬拜佢嘅神。神咧好似朋友咁样，佢系可以喺我哋身边陪住我，甚至我形容咧神咧系我生命嘅情人。虽然咧系我仲未遇到合适嘅人啦，但系我相信神咧嘅爱就好似万河一样，系不离不弃咁样去到对我啦。甚至我就好似 Tracy 咁样，因着咧万豪嘅爱，因着神不离不弃嘅爱，永远嘅爱，我能够咧去到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能够咧可以翻到嚟神嘅家嘅里面。我愿今日神嘅爱都临到喺在座每一位嘅当中，无论你系基督徒定系你系未信主嘅，我希望今日你都有机会可以认识呢位嘅神。多谢大家。而家请台长黄耀荣先生为陈晓恩点评。我哋唱緊呢個《生命恩愛動聽》咧，其實咧兩人啊，因為呢首歌好多人認識，好多人認識，會比較，會比較。不過我覺得阿曉恩係拿捏得好好嘅。但係呢首歌其實咧，佢嘅主題講緊好似即係你會覺得佢一種童話感覺，一種講緊一種人渴望嘅一種愛情，原來發現呢一種愛情係一種都係一種虛幻。虛幻係咪？可能頭先阿曉恩你嘅分享，你係一個好真嘅人嚟㗎。你喺你嘅分享裏面咧，
我真的第一次聽到姊妹是這樣分享的。我坦白說， 我為你給掌聲，因為我覺得你是很真摯去分享這個訊息。所以剛才說回去唱歌的時候，那個副歌的時候我就覺得差了一點，有些小小失誤。但其實去那些位置，程序流星一些位置，其實我們一想聲應該在去，好像突然一團一團，有很多很多這樣的位置，令到我們在那個聽個副歌時我們欠缺了一些小感覺。不過整體整個的拿捏我覺得是很好的，其實我們很欣賞你的演出，多謝你。好，多謝了 Charles 的意見，也多謝這麼多位評判的意見。下一集天下华人唱出好诗歌大赛，继续同大家走上这个改变人生的舞台，揭开每位参赛者最精彩最感动的比赛旅程，见证每一个天国福音。创世电视首届天下华人唱出好诗歌大赛冠军即将诞生，世上最美的声音是生命重生的声音，世上最美的身影是逆境前行的身影。500位参加者一年训练成长，比拼同行，要成为祝福城市的好声音，全城见证冠军诞生。如果你都想奉献支持天下华人唱出好诗歌，请扫描画面的 QR code， 或者将奉献存入以下户口，亦可邮寄支票到以下地址，信封面请注明支持天下华人唱出好诗歌。感谢以下相互机构及友好全力支持，同心同行，祝福全球华人。